男帅女美都比不过拥有一张富贵脸，那可是人人称羡。脸蓬蓬的、圆圆的、双下巴之类的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研究证实，从一个人的五官中两个部位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社经地位，准确率达68%。就算这个人面无表情，也能让人一眼看穿他是富贵还是贫穷。我称之为天选豪门名人相。富贵脸关键就看眼和嘴，因为有钱人眼角和嘴角的肌肉状态特别与众不同，眼型就要像林青霞一样饱满，眼角锋利，外眼角上提。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也是范本，这样的眼睛气场十足。富人通常享受更多的富贵欢乐无忧的生活，那反映在他们的脸上就是充满笑容。有钱人通常享受更多快乐，脸上更多笑容，不由自主就会嘴角上扬，嘴型像是金元宝。名媛孙芸芸正有这种脸部特征。富贵相并不是有钱人的特权。网传就算不是含着金汤匙，富贵相也能靠一只筷子来修炼。在嘴角不靠到筷子的情况下，咬住启动笑肌与神经，一天5分钟练习21天，就能拥有自带微笑的好命脸，笑口常开，好运自然就来。记者杨生、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